针目，接着勾一针长针。把第一个边补齐，最后在交扣的位置引拔。拉紧。第六圈就完成了。接着勾第七圈。方法与第六圈一样。一对应勾长针，脚的位置需要加针。方法比较简单，我就不再详细说明了。注意起立针后，在第三个辫子上做好标记。我们把这一圈勾完。勾完倒数第二针，由于第八圈需要换色，这里勾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。拿起需要换的线，绕线一次穿过。往后遇到需要接线的情况，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。最后在交扣的位置引拔。拉紧。把之前的线剪断，预留5厘米左右的线头。第七圈就完成了，接下来勾8到9圈，针法与第七圈一样，只是线的颜色不同。先立三针锁针做起立针。做好标记。起立针与上一圈的起立针对应。往下一一对应勾长针。勾的过程中把线头放在勾针的上方。往后方法一样，我就不演示了。这里我已经勾完了第九圈的最后一针。接着穿入交扣的位置勾一针引拔针。由于后面需要拼接花片，这里引拔针不需要拉紧，也就是把引拔针的辫子当作起立针的针目，然后勾一针锁针固定，预留5厘米左右的线头，断线，拉紧，最后用钩针把线头藏到织物的背面。
其他线头也按同样的方法缠完即可。大家看，这就是九圈完成后的样子。完成了主体开始的九圈，第十圈需要以小花片进行连接。我们先来学习小花片的编织方法。来看图解，小花片一共两圈，采用锁针环形起针法，逆时针环状向外编织。用到的针法有锁针、长针和引拔针。请看我演示。先来起针，方法与毯子主体一样，只是针数不同。这里起针勾四针锁针。然后挑起第一针的外侧半针，勾一个引拔针，起针就完成了。接着勾第一圈，花片为正方形，一共四个边四个角，先立三针锁针做起立针。做好标记。同样，这三针算作一针长针。往下穿入锁针形成的大洞里面，勾两针长针。注意，这里是穿入中心的大洞，不要穿到起立针的洞眼里面。勾的过程中，把线头放在钩针的上方。一针，两针，加上起立针，一共三针长针。这是一个边，然后两针锁针。这里为一个角，继续穿入大洞，勾三针长针。一、二。三，角的位置勾两针锁针。这一圈的入针位置都是在大洞里面。往下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剩下的边和角勾完。勾完最后一个角，也就是两针锁针，在记号扣的位置引拔。拉紧。由于第二圈需要换色，这里勾一针锁针固定。预留5厘米左右的线头，断线，拉紧，第一圈就完成了。在这一面任意位置扣一个记号扣标记。教扣的这一面是花片的正面，反之则是背面。往下勾第二圈，用到的针法与第一圈一样，
边角的位置需要加针，重新拿起要换的线。穿入紧拔针下方的这个洞眼，绕线将线勾出，立三针锁针做起立针，做好标记。往下穿入相邻的长针针目，一对应勾长针，勾两次。勾的过程中，把线头放在勾针的上方。一次。两次，往下到了脚的位置，穿入锁针下方的大洞，勾两针长针，两针锁针间隔。同一个洞眼再勾两针长针，脚的加针就完成了。往下继续挑起长针针目，一一对应勾长针。到了脚的位置，同样进行加针，穿入大洞，勾四针长针，中间两针锁针间隔，这一圈的编织规律是：长针针目一一对应勾长针，脚的位置需要加针。按照这样的规律把这一圈勾完。勾完最后一个角，在交扣的位置引拔。由于后面需要拼接，这里引拔针不需要拉紧。最后收针，方法与之前一样，我就不再详细说明了。这一圈需要拼接16个花片，剩下的小花片都按同样的方法编织。注意，花片有三种颜色，
具体的颜色和数量请参考空间里面的图文教程。下面进行拼接，这里先拼接单个小花片，再连接到毯子主体上。我用小样说明一下拼接顺序。主体一共四个边，每个边拼接三个花片，角的位置分别拼接一个花片。具体的颜色排布参考空间里面的图文教程。先来拼接三个花片，用记号扣标记出位置，找到小花片任意一个边，最边上的两针长针分别向两边数一个辫子。用记号扣在辫子的外侧半针上做好标记。记号扣之间包含记号扣上的两针，都是需要拼接的部分。其他小花片标记方法一样。标记完成后，把两个小花片正面相对合拢，也就是有记号扣的这一面。标记的位置相对应，用拧拔的方式把两个花片连接在一起。重新拿起线头，穿入记号扣的位置，绕线将线勾出，立一针锁针，这里记号扣可以取下。接着挑起辫子的外侧半针，以及另一边辫子的最高位置半针。勾一针引拔针，往下分别挑起两个辫子的外侧半针，一一对应勾引。勾一针锁针固定，断线，拉紧，往下拿起另一个花片，正面相对合拢，一一对应勾引拔针。方法一样，我就不再详细说。
片就拼接好了，剩下的花片都按这样的方法拼接即可。注意，拼接时是三个花片为一组，再拼接三组，后面我就不演示了。接下来把小花片拼接到毯子主体上，同样先标记出拼接位置，找到三个小花片最边上长针，旁边的一针锁针，挑半个辫子做上标记。再找到毯子任意一个边，分别在最边上的长针位置挑半个辫子做好标记。标记完成后，把花片与毯子正面相对，记号扣的位置相对应，开始拼接。方法与小花片拼接一样，穿入记号扣的洞眼，绕线将线勾出，另一针锁针做起立针，往下分别挑起外侧的半个辫子以及另一个辫子最高位置半针，一一对应勾引拔针。到了小花片拼接的位置，跳过布钩，往下穿入相邻的辫子外侧半针，继续拼。针目和锁针位置分别挑半个辫子勾引拔针，花片之间的拼接位置跳过布钩，勾完了小花片的锁针位置，毯子主体还剩一个针目，也就是主体针数比花片多了一针，为了对应开始位置，往后再勾一针引拔针。也就是拼接到第二个锁针位置。往后遇到拼接时有一边多一针的情况，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调整。只要主体的首尾位置对应即可。完成后勾一针锁针固定，断线，拉紧，这一边就拼接好了。最后把线头藏到织物里面，其他三个边方法一样，注意主体的首尾位置对应，针目和锁针一一对应，花片拼接的地方不勾。后面我就不再重复演示了。接着拼接边角的花片，这里需要拼接两个边，
先用记号扣标记出需要拼接的位置。可以看到毯子的边角剩余两针锁针，正好与花片的锁针位置对应。把花片与毯子正面相对，分别扣上记号。